廣東省方面亦都答覆了我哋，亦都下達咗一啲指令咧，係叫省內咧涉及呢啲即係嚟香港嘅旅行社咧，必須要嚴格遵守香港呢個法例，以免佢誤墮法網。亦都係進行即係佢哋即係推廣宣傳，確保咧就係佢哋能夠幫我哋手一齊去做好呢個即係把關嘅工作。 香港呢邊嚟講咧，我哋亦都即係如果我哋遇到有違法嘅情況，我哋當然會即係依法去處理啦。另外一方面嚟講咧，就旅議會咧亦都聯同香港嘅旅行社咧，亦都非常之主動嘅。佢哋都會接觸即係內地啲旅行社，能夠發揮佢哋即係做地接社嘅功能，去作出呢啲嘅安排。咁我哋覺得即係如果喺嗰個旅遊安排上面咧做好嗰個工作，譬如包括。 響應頭先陳局長所講嘅，如果嚟香港呢邊經過呢條大橋咧，能夠即係買定來回飛喺嗰個即係信息交流啊，喺我哋策劃嗰個交通啊，以至咧佢往返嘅方便上面咧，都係對雙方面都有好處。亦都咧透過旅行社去同你接觸嘅時候咧，多啲用嚟香港嘅時候咧，去不同景點嘅時候，甚至用頭先陳局長所講不同嘅 A 線嘅巴士啊，去到香港不同嘅旅遊景點咧，其實亦都有助於即係。 消減佢哋過分集中喺某啲地方，譬如東涌呢個地方。